你龙家进来，你有尽到你的职责吗？你有帮我们这些大官居民，如果跟我们协商怎么安置吗？啊嘛，唔知影安怎搞，搞到尾也讲什么？我是共亲戚，哎，有两道事出来呢，啊，恁拢无要承认，大家拢无要甲阮看，有水电，有号码，有地方的门牌号，嘛有水有电，对无？啊，我现在唯一的只剩下一条命，是你妈，是你老，你要听。我就爬到我的屋顶上，你要听我就爬到你那个推土机上面去，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就一条命。你还说不会林子，你现在什么状况？你想要隔壁房子啊？你本来一楼里的，怎么样？安全性的问题你有顾到吗？你们把乔龙家当办事的吗？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我们已经在这里了，龙家还不晓得在哪里。那你今天虽然是这个地是属于国家的，但是国家的地为什么会到龙家，这也是经由一些历史的演变转交给龙家。那你转交给龙家，你就龙家就有责任来处理我们这里我们大关的这些居民。那你不处理，你行政是不是有疏失？你不能一切都是依法。我们就是住在前面跟板桥龙家一墙之隔的大关社区，为什么会一墙之隔？好，过去这边是富联一村，好，是有它的历史脉络。我们合资招商在这边居住，后来我们大关社区遭受到退府会，好，透过行政命令来对我们拨迁，要求我们缴纳巨额的不当得利。要求我们债务还地，前面就是怪手。今天对府会，好，以及板桥龙家，就是要来进行对大关社区的第一波强制拆除作业。针对这个第一波的强制拆除作业，虽然是移点交户，但是这些移点交户就是大关的一份子。我们很多房子的结构性。有整体甚至是同时盖出来的房子，那这些房子呢，如果拆除的话，我们就在这里质疑板桥龙家根本没办法保证对于我们邻房，对我们这些共壁结构，对我们这些整体性结构以及水电共同的使用能够确保这些疑虑。我们就希望退府会以及板桥龙家能够拿出诚心诚意来面对大关社区过去的历史脉络，来面对大关社区因为过去政策的错误导致留下来问题。居住权就不应该再建立在这些财产权的问题上面，这些财产权的问题上面就是建立在过去的政策错误以及现在行政机关忽视的态度所导致的。我嫁给一位老佣民，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的老公一直是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我是民国84年过来的，但是他这个房子租听他跟我说的时候是民国40几年建的房子啊，这块房子民国40几年到民国50几年建的，但是原本是国有土地，富联一村是国有，就是他们国有单位在管理的。然后民国63年和64年，这块土地受着社会的政策变迁，化为的佣民之家管理。但是佣民之家管理呢，
在这个民国63年到民国97年，他才告我们。但他民国63年到民国97年，我要请问他这30多年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接手不处理这个问题？哦，遗留下来30多年才来莫名其妙地告到法院呢？而且告到法院，你为什么不用人权两公约的方法？你们为什么以现在的土地法来处理我们？而且要我们5年不当得利，还要什么拆迁费、搬家与什么所有的税送费？但是我是说真话，我只有一条命，你叫我给什么，我什么也没有。那呢？但是呢，我还银行里184元呢。你们的永民之家，你们的所有的干部亲戚，184元在银行里都被你们扣掉了，不是184万了，是184元了，冻结了我的账户，我现在无法就是到银行就念你了184元，我都没办法拿出来。你农民之家要不问土地干农家，以后就不管我们这边外面的生活怎样，没有管理。82年，我们李明一个领长要申请这个土地，结果呢，84年他询问下来，叫我们拿出水电证明，我们拿出证明，民国50年就有的电，他又没有处理了。今天要拆的21户是已经点交给本荣家的房子。跟各位现在还没有点交，好，我们知道哈，今天要拆除的是已点交户，我刚才已经讲很清楚了，是的，好，经由自建会评估，就是会有供电的影响，就是会有好这些水电供应的影响，好，还有第二个，我们对于板桥农家以及退抚会这样没有诚信，定下4月以及6月的强拆期限，感到可耻，你这个可以解释吗？我们今天不是强拆，是拆已经点交，今天只是第一波。对于大观自建会所主张的哈的诉求哈，来承认大观这里的历史脉络，然后承诺不会伤到我们这些居民的房子，在抗争区的房子，而且我们在这里要求你必须要缓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6月多，他已经定下了6月多的期限，要进行整体的拆除，在这边跟我们讲说4月虽然是拆一点交，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政府。对我们大观自建会，代表大观社区蚕食鲸吞。六月十七号的时候，你要不要讲？我们是六月底的整体拆除作业，我们看到公文了，那是什么时候？毕竟103年底，给我讲那个，就今天跟你讲处理原则烂法一条。对，啊、我们到现在、这个、没有建立在没有申请权上的执行哦，到现在没有哦。六月多，就是、你公文六月多已经下来了，现在没有执行，后来执行还不是一样？有什么差别？今天是对于大观社区的蚕食鲸吞，哪怕说我们那边。被拆了之后，你说只要政府说这边是违了，这边就是要拆。因为我们在整个过程的拆除，你会看到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是很小心，会很谨慎的注意到刚刚你们的第一点诉求。好，主任，你要不要来承诺这件事情？啊，你要不要来解决大观的事情？我们都要诚心诚意的解决大观事情问题。大观自救会的，你没有承诺2点，你够了。主任就要找你。我们看到主任哦，强拆暴政无诚信，强拆暴政无诚信，抗争到底无家园，抗争到底无家园，强拆暴政无诚信，强拆暴政。那你今天程序上，好、哦，你建筑物还在，你本身的程序上，好、哦，你应该怎么做？你们要去申请才对啊。好、哦，那你今天造成说，你看他这边的线路，这边都没有电嘛？对啊，对啊，那没有错啊，对不对？那你应该要先申请线路的迁移，再来做才对啊。我不知道，要问他们啊。你如果是拆迁，你一个点交的拆迁的房子，你最起码要有个那个网拦住，考虑到人的安全问题。你这个应家都没有做到啊！你先把电搞好，你再来拆。你如果是真要是说，我有心的是拆迁，你就是故意在挑衅，看我们这次这个住户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这个是今天是明显的一个挑衅。你如果是真的有限拆迁的话，
你这个安全网要不要，要不要安上去？你最起码你要拆迁的话，这几户拆迁，你的水电你要提前给它拆断，就跟人家的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跟人家这个隔墙，它这个都是贴皮的嘛，你给它把人家的隔壁的贴墙，你要给人家保护好，这修理好，然后你再来拆，这个我们也没话讲。你就噔噔噔噔，一顶个安全措施都没有，你就噔噔噔开进来啊！像现在目前三户，你这不是安？就你们指挥检查讲，是不是三户要拆的其中一户？那个是，你这个从啊，我从小就看我长大，那是一个农民，他去年才被农家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技巧把他骗走，啊你骗。说啊，你农民，我把你安置到农家，然后安置到农家，就一下跑到农总，一下跑到竹东，有没有半年？两个礼拜了，没，还半年，两个礼拜就死掉了。他就是从安置出去，啊、哦，没有半年他就往生了。你看他一生的积蓄在这里四五十年，他这一户最原始的，你看他的那个地基。啊、哦，你可以拍一下最原始的，啊，地基都是以前就是这么，以前就是往，它还往下，我们这是垫高的，因为这里曾经淹过大水，淹到膝盖。你去这个三户，你要有安全网吗？你都没有安全网。是这个呀呗，这个三户啊，今天这就是这三户啊。这个这一户也是农民的，你看他那个房子，他是比较早过世，他是大概80年左右就往生了。然后他这个往生，他当初买的这个房子，他也是花了很多积蓄买的啊，对不对？对对对，不管他是一手二手，他也是一样啊。但是他往生了呢，这个房子变谁的呢？农家的，所以老农民真的是很可悲。他一生积蓄在台湾，他从大陆过来，他死的财产都是归退伍会的，归农家的。那这个伯伯也是一样啊，他就是他住到活到那么90岁了，你农家说要安置到人往生了。我们看到本乡农家已经进去了，大家可以准备进去了。线道都给他封锁起来了，前面这样，前面光我还在这里呢，好不好？对，就是那边不要动，好不好？他是摄影师，他是记者，没有，现在。
你是这边的住户吗？不好意思，我进去拿东西可以吗？你是这边的住户吗？我东西放在里面可以吗？我东西放在住户家，我东西放在住户家可以吗？请你，我东西放在住户家里面啦。他知道我东西什么吗？我跟你讲，干嘛？警告你哦，来干嘛？要拿出证据。讲什么？讲什么话？我们这边在讲什么话？我只要离开，今天拿东西都不肯吗？法律素养是怎么养成的？要被拆的那一间吗？这个法条不是要被拆的。这个法条被我挡在这里。哦，粉尘哎！你在干什么？会不会施工啊？不会施工，我家谁去算啊？做工都几年啦、啊？我做工三年，你会施工啦、啊？要不要停啊？啊，喷水的动作嘞！命令啊！将退后。我跟你讲，你们现在如果逮捕的话，我们一定有逮捕啊！你如果有异议，可以提出，没关系啊！来，服从警察的命令，先退后。不是保护管束，你这是逮捕好吗？他逮捕的话，是你说了算，请退后，请退后。不是你说了算，你是我知道，那你至少要给我们。会的资料要申请，一定会，一定会，要申请，还会让他们请律师，你不用担心这个。这个是刚刚逮捕，那前面两个小时的嘞？那你们有任何的资讯出来吗？没有什么异议都可以去警察机关提出。那你们现在我们指挥官已经下令逮捕了。好，那没关系，至少你要给我们他的资料嘛。那依据什么条文？妨碍公务，妨碍警察人员。一个跌倒，然后被警察压，你就逮捕他？什么？你说什么？跌倒，然后你们有人压？是推挤的时候他自己跌倒，而且是那推挤警察哦。他没有推，就像你们现在警察命令你们后退，你们不要一直推到前面来，这样了解吗？